好了，不稀了，才一个木材而已。向日葵花海，有没有？这里应该很明显的就知道是我家吧。向日葵花海，那有很多花的地方，好像就叫做什么花谷之类的。它有一个地形名称，我之前有去看，反正它就有很多花，嗯，就叫花海嘛，对不对？被劈了一半的小屋，那就被劈一半啊。对，好多兔子，门都不关，为什么要关？门不关表示我还会再来，希望我还能再来。门不关不好吗？你们希望一定要关吗？其实我觉得我随手关门的习惯已经很好了。我最近跟很多明星合作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也没有随手关门的。你们应该也有发现，很多门都是走过去之后我再关的。很多明星他们也不喜欢随手关门，跟我一样。可见随手关门不一定是好事，有没有？方便最重要。我刚刚看到那根柱子，以为是我立的，你就知道，结果不是，让我白兴奋了一下。可以，苦力怕如果会进去的话，那就得苦力怕住啊，不是更好？对不对？如果他会进去，不就更好吗？走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小心一点。要天黑了，又要天黑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杀一些羊了，我要杀一些羊了，等一下可以烤一些羊排吃哦。去死吧！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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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六个羊排，哦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赶快做赶快做，趁天黑之前，在天黑之前做出一张床来。哎呦，你看你看，我的枕头是灰色的，枕头是灰色的。好了好了，睡觉。没有，我是找艾玛，我的装备早就没 care 了。在我摔下来那一瞬间，我就觉得装备没 care 了，有没有？装备就随风而去。很多人就喜欢我死啊，死后就是要做这些事情，懂不懂？大家懂吗？死后就是要这样子，在这边一直走，好不好？现在跟这边讲，不回收床，没有，没有要回收意思。我们在，我们希我希望以后就是我整条路就是走一走累了就可以睡觉，有没有？走一走，走到那里累了就睡，进去睡，睡一睡就走出来，继续的生活，这样不错吧？个人是这么想啊，希望可以成型，好不好？因为到处都有绵羊，到处都可以杀，对不对？到处都可以杀人，到处都有，很好。不行。这里比较没有来过，这里真的没来过。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，没来过的地方。我们先走过去好了。在新领域耶，变成遗迹了。谁跟你讲遗迹的？我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放在里面呢。如果你们不喜欢我这样跑来跑去的话，我以后就定在一个地方，就不出去了，好不好？那也会有人有又会有人说啊，秋风你都不出去走走，很无聊呢。对呀，很无聊呢。那我现在出来走走了，又就会有人讲说啊，秋风都在走，很无聊呢。啊，秋风好可怜哦。每次讲完这个就要讲补这一句，秋风好可怜哦。秋风好可怜哦，对不对？秋风好可怜哦，做这个也不行，
做那个也不行，嗯，做这个也不行，做那个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秋风委屈，秋风表示委屈。我应该是走回到原本的沙漠了啦，就是已经走很回来了。没有办法，就这么大声的，最大声就是这样子了。我再调大声的话，就会吃到别人的声音，就是会有别人的声音会吃进来啦。嗯，比较不好啦，就是会有回音，比较会有回音，所以没有打算做这些事情。嗯，有没有？各种抱怨，哎 怎么样？抱怨给你们听呢？让你们了解秋风我都在干什么，都在抱怨些什么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都在抱怨什么？哎，秋风就是爱抱怨，这样可以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这么爱抱怨啦。就有人，不是有人呐，就稍微念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不然不念也不知道讲些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知道讲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讲些什么。难不成我就不讲话，在那边走2个小时，不是更无聊？我的村庄不会沦陷呐，不会沦陷沙漠啊，为什么？海底遗迹哎！我的天哪，看到海底遗迹哦！等等，哎呦，秋风不止只有走路2小时哦，走路2小时还是有发现东西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秋风发现海底遗迹哦！哇！搞得我有点紧张，我要进去跟他拼命吗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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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等一下好不好？这附近没其他东西哦，一棵树都没有，没有树哦。对啊，发现了就不能死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没有打算要死了，我们先去对面那里。对面那一个岛，先不要进去，先在外面，可远观不可亵玩焉。原来这就是海底遗迹哦，这么神奇哦！先到这里来，先到这里来。我现在一个装备都没有，而且我还听到怪怪的声音，那个捕食捕食的声音。他们在杀什么？感觉好恶心哦！那边捕食捕食哎，捕食捕食，好神奇哦！不是我在讲，看到海底遗迹了。海底遗迹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你很久没玩麦块喽？没有啊，很久没玩了。那你等一下你自己下载就可以自己找。对。我现在要用有限的资源，没有办法，有树苗先种树好了。我们现在在孤岛生存嘛，有没有？种树，目标就挑战海底遗迹，好不好？种树，打草，开拓。哦，有，种树打草。然后把这一层刨掉，木门没问题，我应该要有水桶吧？木门应该足够吧？我主要是要有那个啦，把先我的东西先放到箱子里，这样我比较安心呐，好不好？先把我的东西放到箱子里。哇哇哇哇！对呀、啊，木门不能悬空放。你先把这一层挖掉好不好？至少要有全套。全套什么？不用了，我们先进去看一看呢，好不好？搞不好就被那个守卫先干掉了。会不会？那个守卫会不会就很强？每天夜市有问题。这附近没有夜市怎么办？
没有办法在夜市。树还没长哎、欸，树还没长，赶快长一点树好不好？长点树啊，可以吗？哎，树长出来了，树长出来了，哇，太棒了！快快快快快，树长出来了，树长出来了，树长出来了。喂、哦，有了20个，20个木材哦，先做一个合成台，然后放在地上，然后再做一个箱子，再做一个箱子，做一个箱子，箱子，哦，箱子，把东西都放在里面，就可以去看一下了。喂、欸、喂、欸，这个带着。这个不需要，这个带着，就这样子。哦，要不要带火把、啊？不需要。这样子就好了，我们就这样走了。等一下我们不带吃的吗？不带吃的吗？不带吃的好像有点大胆呢、欸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做熔炉，没有。好了，先吃两颗苹果了。走，哪有超小声？那是你们的问题，自己把麦调大声一点。哦，怎么样？来了来了。哇，这个世界是我的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到处流，我在你在自己的家里面放东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喂喂喂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刚刚那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可以跑上来？哎、欸，他还可以在水面上哦！我中毒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呜呜呜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死亡光线？我、哦、打到3滴血，哦，4滴耶！哦，死亡光线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我们要进去，啊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，要带十字搞的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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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先进去哦！哦，差点死了，差点死了！哎哎哎，好痛哦！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哎，我挥剑速度变慢了。嗯，他们很强哎！我挥剑速度变好，挖掘减速，因为他得我中挖掘减速哦，好狠哦！我现在挖掘减速啦，难怪挥这么慢。嗯，有十字镐都没有用，挖掘减速嘞，还有3分钟哎，我们等，我愿意等，好不好？观众等，观众愿意等，我也愿意等。哎、欸，晚上到了，他们消失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哎、欸，一个东西在摇哎、欸，什么光线？这是什么东西在摇？哦，新脑这是什么？这个在摇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我觉得我要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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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了。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被深海守卫用魔法杀死。我们下次再见了啦。哦，很强呢。拜拜了啦，拜拜。